日本人气漫画《我推的孩子》去年四月开播动画版本，加上 YOASOBI 神曲《Idol》加持，造成广大回响，人气飙升。紧接着，改编真人版的消息也备受瞩目。今天，官方终于正式公布卡司预定妆照，不过照片一出，却被日本网友频频吐槽。由斋藤飞鸟、樱井海音、齐藤主、原菜乃华、毛岛水树、Ano 六人主演的真人版，在角色造型曝光后，马上受到不少负评。其中发色与服装更被批评没有适当调整，硬要100%还原漫画造型，显得太夸张。网友更直接狂酸，